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，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。其实呢，我也知道自己很懒，也知道自己很多地方也想不到你，包括就是你所说的那些，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我可以努力去做，包括以后去学习去努力去改变的东西。虽然说我不能活成你心里想的样子，但是我一定会努力的去改。你会做什么？你以后会学着照顾我吗？会的，一定会的。那我觉得吧，我买东西没有顾到以后这个事情，我是觉得是错的，然后以后我也会考虑到以后，考虑到将来。天哪，这段对话特别像两个小朋友在玩的时候小朋友制定的规则。你扮演的是老公啊，老公需要做的事情是你要照顾我哦。你怎么照顾我呢？一会儿你要把这个当披萨送给我。像不像童年玩的游戏吧，姑娘？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来，小鹏老师预测一下结果。都不出来，我觉得都会出来吧。玩伴玩伴嘛，就玩吧，接着玩吧。啊，过家家。同意赵创老师的看法，就两个人过家家嘛。好吧，那就看看人家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。我们说了啊，我们一起来见证属于这一对的浪漫时刻，各位请见证。为你唱这首歌，没有什么风格，它仅仅代表着我想给你快乐，为你解冻冰河，为你做一只扑火的飞蛾。请亮灯啊。不用跟我们说什么，你们觉得相爱就好好相爱。谢谢两位，请回请回请回。哎呀，如果是一场梦的话，希望他们可以在这个梦里活一辈子，也许在梦里他们会更快乐。祝他们有他们想要的幸福吧。